失控妹来台失控全记录。中国失控妹莎莎来台拍电影，天生一对，前天与小小兵周渝民与 Ella 在垦丁试戏。四岁半的她昨天穿上戏服继续投入拍摄，却与六岁的小小兵各玩各的，没什么互动。原来她曾透露喜欢小小兵，偏偏没有情郎无意，难怪她前天受访时不断闹别扭。你们现在拍的电影叫什么名字？天生一对。你们现在要拍的电影是什么名字？天生一对。大家这样好了，你希望大家看什么电影？我要给你吃蛋挞，好不好？不可能，就是萤火讲话。就连小小兵说话时，他也不理不睬，持续放空中。国民健康操，起。失控妹第一次见到画最也叮当的监制宽姐邱黎宽，会爆出什么火花呢？他走过来就看着我发呆30秒不讲话，然后就说，阿宽阿姨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要减肥了，你实在太胖了。你也不瘦啊，你再胖吃下去人家还以为你是我生的嘞。你别打人了好吗？新闻失控妹真带种报道。